明星世界一号邮轮新推冲绳航线，除了可以玩尽船上面多项娱乐设施，航程中呢都会登陆喇叭和宫古岛，在船上面都可以找到冲绳的特色美食。即刻跟小片我出发啦！这个冲绳邮轮假期玩足六日五夜，其中两日会停泊在冲绳喇叭和香港暂时未有直航的宫古岛，大家可以登岸游览，买手信。